跟这一瓶真的是相见恨晚，我如果早点遇到它了，我可省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就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，他又介绍了一个真的 CP 值很高的化妆水，而且它不到1000元的价钱，有专柜的品质，金钻奢华水凝露，里面的这个金闪闪的东西，它是纳米金，因为要知道这个皮肤需要一个很好的领航源，对，然后你擦到很贵很好的东西之后，它就会吸收到你的基底，不会浮在上面，没有吃进去，对，就让皮肤有胃口。大家都试了，它的那个是很水润的，你看流动性非常好。然后你很好推开，对，然后一推开之后完全不油腻，马上就被吸收了。就目前的保水度，好了，多少？49。不低耶。哦，不就不高。你很高，你49很高了。因为我有用啊。哦哦哦。哦，对对对。49很高。对，但我刚刚卸妆。低于35的女生就要注意了。就不是干妹妹了。对，干妹妹。然后我的使用习惯是早晚洗完脸后。然后你就直接这样上脸，像很多化妆水你需要这样拍打让它吸收，它不用之后你就会觉得哇，整个脸就蓬起来了，喝饱了水，很水润。我觉得它用量可以不用很多，但是可以推整脸。对对，可以推整脸，很省。然后用一段时间你会明显感受到皮肤有那个透亮感，真的很透。那你等一下要再测一次吗？要。哇，82哎，好厉害哦！除了里面有这个纳米金的成分，它里面还有3种活抑菌，可以帮你代谢皮肤的老化角质，哦，就不会让你皮肤摸起来粗粗糙糙的。嗯，还有一个成分，抗老成分，3胜肽。哦，生态，生态，对，它会帮我们皮肤，然后达到一个平衡。嗯，由里到外的这个透亮感，真的会敲动每个女孩的心。